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中医药养生系列。今天我们将为您揭示中医药养生的小妙招，解决疲劳的穴位按摩。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疲劳常常困扰着我们，而中医药养生提供了一种自然有效的解决方法。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解决疲劳的穴位按摩技巧，帮助您从中医药养生的角度找到解决疲劳的秘诀。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疲劳的原因，首先我们将了解引起疲劳的主要原因，如长时间工作、压力过大、睡眠不足等。通过了解疲劳的原因，我们可以更好地采取相应的中医药养生措施。穴位按摩的原理，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穴位按摩的原理。中医认为，在人体的特定穴位上有着丰富的经络和气血运行，通过按摩这些穴位可以调节气血的流动，舒缓疲劳，促进身体的恢复和健康。解决疲劳的穴位，我们将重点介绍一些解决疲劳的重要穴位。通过按摩这些穴位，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提升能量和精神状态。我们将一一为您展示具体的按摩方法和技巧。中药养生搭配，除了穴位按摩，我们还将介绍一些中药养生的小妙招，如饮用特定的中药汤剂或食用具有补益作用的草药，这些中药配方可以进一步增强体内的能量和养分，加速疲劳的消退。如果您对解决疲劳的穴位按摩和中药养生有更多兴趣或需要个性化的指导，请联系我们，我们将为您提供详细的咨询和建议，帮助您制定适合自己的中医药养生方案。请在下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与您取得联系，为您提供更多关于中医药养生和解决疲劳的信息和服务。通过了解和应用解决疲劳的穴位按摩和中药养生，您可以获得以下好处：恢复精力和活力。穴位按摩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能量的流动，帮助您恢复精力和活力，提升工作和生活的效率，缓解身体不适。通过按摩特定穴位，可以缓解身体的不适，如肩颈痛、腰酸背痛等，让您感受身心的舒适与放松，提升免疫力。中药养生的搭配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让您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快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学习解决疲劳的穴位按摩技巧，探索中医药养生的奥秘，让您的生活焕发出新的活力。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为您提供个性化的中医药养生建议和咨询服务。不要让疲劳阻挡您的步伐，通过中医药养生找到解决疲劳的方法，让您的身心焕发出新的活力。立即观看视频，联系我们，开启健康与幸福的全新篇章。